我老人家呀，又来下馆子来了，点了一个烧茄子。烧茄子这个菜儿啊，太香了。啥也别说，小胖手啊，赶紧开整。先用小胖手啊，把去完皮的茄子切成菱形。切好的茄子，搞那疙瘩备用。然后啊，搞点生粉，一点一点的开抓，练抓挠。挠的差不多了，油温呢四成热呀，把茄子用小胖手搞里头开炸。炸的差不多了，用小胖手啊捏捏老嫩。一边炸呀，一边用小胖手啊揣过揣过，怼过怼过，豁楞豁楞，搅晃搅晃。葱花啊，给它炝锅爆香，再来点老抽，少来不点面酱。鸡精啊、味精啊、精盐啊都搞里头。半勺水啊，搞里头；水气儿啊，搞里头，搅和搅和。炸好的茄子搞里头，开始啊，颠哒颠哒，练瑜伽，练瑜伽身体棒，吃嘛嘛香，好榜样。快出锅啊！蒜末啊，搞里头提味儿。烧茄子就这么轻松而自然的熟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吃了这一菜啊，都搁酒里呢。